像龙应台那种啊，就是虽然身为政府的管理部门，可是他却是怎么样？一边一国论的，因为他会对人家讲内地有意见，表示他不认同自己是中国，对不对？就觉得说，哎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是台湾，我们要分，不要大家全部都讲内地，我们跟他是不同的，对。所以说啊，你不见得是支持政府的人啊，就是赞成两边是统一中国的。这就是好像有点水源不通，你有没有感觉？水源没有通到他那里。因为啊，你如果否定中国大陆的话，的政权的话，你在国际上啊，你会没办法做事，你就处处都是墙壁，都是墙，对不对？哇，五星红旗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